哈喽大家好，我爸给我来的，因为当时在那边就是晚上那边很暗，然后开灯还容易背光，就想在我前面摆个台灯。现在这个房间啊，这个灯就是很方便的，就是感觉这个亮度比这次灯还亮。对，如果调到最亮的话，然后就像现在拍东西，我还可以当打光灯，非常方便。哦，还有这个玩法，主要是我就买了一台，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玩法。就我这个可以去那边控制啊，那以后可以，我隔着门缝按个 off， 对，全体后期停电，下班。OK， 应该没有吧？没怎么DIY过，感觉手活不是很好，可能就是拼点乐高或者拼点像那种马里奥，对，那种有图纸的爱好，让自己随意发挥，不太行。拜拜。